好，接着我们已经写完了一个叫 Simple 点 V 的模组了，而且经过 Eclipse 测试完成了。那我们接下来就希望能够上 FPGA。在上 FPGA 之前，我们就必须要先使用 Quartus 这个工具因为我们所使用的北汉的 FPGA 版。它所使用的 IC FPGIC 是 Quartus，就是 Altera 这一个厂商所制造的。那 Altera 的软体工具是 Quartus 2。那所以我们接下来要让这一个 Simple 点 V 的模组可以上 Quartus 2去做编译。那我们已经安装好了 Quartus 的 Web Edition 这一个免费的版本。所以我们可以先启动它。那这个软体非常非常大，所以在安装的时候会蛮久的，因为Quartus 这一个软体它的 Web Edition 基本上要整个逛完下载就得要1G 的空间那可能比 Ubuntu 作业系统还要大。那所以，当你下载完成再安装，就会花很多时间。我们已经安装完成了。那一进来 Quartus 里面它就会问你要不要建立一个新专案。那因为我们现在呢，是要把我们的 Simple 点 V 放上来，所以我们要先建立一个新专案。那建立新专案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做这些动作那我们按下一步。那接下来呢，我们希望说能够设定这个专案的资料夹然后设定它最顶层的元件之类的。所以呢，我们按这边的点点来开资料夹。那我们开了资料夹，我们的程式原本是放在SMIMS Smith 的这一个 simple 的资料夹底下但是我们建议是要为 Quartus 专门开一个子资料夹，所以我们建立一个子资料夹，就叫做 Quartus 或 Altera 好了。把所有跟 Altera 工具相关的东西通通都放在这里，让他们确定。那我们的模组叫做 Simple，那最顶层模组也就叫 Simple。OK，那我们按下一步。这时候我们可以把我们的最顶层的模组给放进来。它在低槽的。means simple 的 equals 底下的这个 simple 点 v 我们把它开启之后按 add 就会放进来。按下一步这边我们要选择的是版型我们的 FPGA 版它是 Cyclone 4系列的Cyclone 4E 系列的。那我们要注意选择版型一定要正确。那我们的板子是那个 FPGA 的 IC 上面有一个用很小字写的这种型号，那仔细看你就会知道它的型号是多少，然后来这边选择对应的型号。好，那在这里呢，我们是30系列的，是这个 30F23C8 这一块。所以选好之后，我们就按下一步。好，这一个部分我们这些通通都没有用到，所以就不用选，就再按下一步。好，那按完之后这边就 OK 了，按 Finish。好，这样子呢，它会开始建立我们的这一个 Simple 的专案。当它进来建立好之后，
这边就可以按，那我们可以按这一个有一个箭号和勾勾的这个东西，先做一次synthesize，然后这是比较简单的编译。我们可以先看一下我们的程式。OK，这是我们的主模组。那我们已经把它设成顶层的元件，如果还没有的话，可以按一下这边啊，把它设成顶层元件。然后呢，我们按下这个 Start Analysis and Synthesize，然后它就会开始进行简单的编译动作。但是这个简单的编译动作是还没有放上 FPGA 的结果，所以它的速度比较快。那这个 synthesize 完，我们其实可以去检查一下资料夹，看看它到底丢出了什么东西。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它丢出了一个叫 QPF 的档案，而且还丢出了一个叫 QSF 的档案。那这个 QPF 就是我们的专案的这种档案，所以就是专案档。那 QSF 是什么呢？稍微看一下，你可以看到这个 QSF 是 Altera 自动产生的啊。那你可以看到它产生出来的这些设定 global assignment 都是在做版型晶片名称版本这些东西。但是呢，有一个重要的东西它还没有设定，什么东西呢？如果我们采用 Altera 工具的话，我们会使用这个称为 Pin Planner 的工具啊。那这个 Pin Planner 的工具，我们要去设定，比如说到底它脚位要在哪里用哪一个接脚？那这里有很多很多的接脚，可是这个 Pin Planner 我们一个一个指定，要一个一个指定。那如果今天我们买的是 Altera 的板子的话，你必须要去查手册，然后才知道说，这个 Pin Planner 指定应该指定到哪里啊？像这里还有说IO Bank 是几之类的这些这个指定其实有时候并不容易指定，我们不晓得每个脚位是什么，所以这都要查手册才可以制定的这会比较麻烦一点那还好那个Smith 就是北汉这一个公司，它有提供一个工具可以让我们自动指定脚位那这是比较简单的，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会用北汉的脚位指定工具来指定这些脚位，再把那个脚位档复制到这个 QSF，把它覆盖掉，它产生的脚位档直接丢到这边来。那这样子脚位指定好之后，它会产生更多的档案出来，其中有一个会是烧录档那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指定脚位，产生指定脚位，然后覆盖掉，然后再重新编译一次，产生烧录档，然后再烧录到 FPGA 里面。